梦到从蚌里取出珍珠，梦见珍珠一方面可能预示你将要破财，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示你对精神纯洁的向往。打算出门的人梦见从蚌里取出珍珠，建议如期出行，会顺利平安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从蚌里取出珍珠，可能意味着你的成绩未能达到录取标准。创业的人梦见从蚌里取出珍珠，可能表示你的事业起伏比较大，亏损也比较多，建议想办法整顿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从蚌里取出珍珠，可能预示你会生一个男宝宝，若是秋季生产则会生一个女宝宝。